大的加起来，然后一这个滚。OK， 我们已经进入了破千的数字了。看一下这个，这个先救他。啊，这有什么难的啊？请问这关有什么难的？就这样，所以我觉得这关卡有没有乱设计的？先变回人，然后这个，在这个，然后再这样，171打130，嗯哼，310打213，嗯哼，514打220，然后变回人类，然后再把这吃掉，再吃掉这个 ，yes， 升级，啊哈，好空虚，好空虚的成就，真的超级空虚的，然后7打6。哦，13打8啊！对哦，我忘记要救那一只了，差点忘记。89，然后这样子过了。然后这里的话。17、26、27，所以这两只先合起来，然后7、12、10、20，哎，这两只合起来46打21，然后67打65，过了。OK， 这次进度我先破到80关就好了，不要玩太久，没那么多性命，10步而已哦。所以这两只一定得先合啊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再这样子，过了，好 ，OK， 这只上去，嗯哼，然后这个再上去，哎，上去，为什么27？对啊。所以一定要得拖到它正中间，它才会反应。然后小只变大，然后大只再合体，再攻。好嘞，嗯哼，然后5个步伐，好，14，然后打这个，再打这个，先解锁，然后3只先合体。合体，啊不，吃掉不是合体，讲错，快口齿不清了。虽然说我本来就口齿不清，过了耶， 78关过了，在79关，还是我要破到90关，我破到90好了。反正玩都玩了嘛，对不对？还是说这个游戏已经其实有一种魔力，会让你一直想玩下去？我觉得有可能哦。哦，这个游戏应该可能有一种特别的魔法，会让你一直想玩下去，然后你一玩就停不下来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真的是 Oh my god! OK， 再来。哇，怎么数字突然间跳那么多啊？嗯哼，然后这边，过了80关过了 ，yes。然后这里升级也没差多少啊，哦，我觉得那个也没差多少。OK， 我自己要先到这边吗？还要破到90好了。反正就这样吧。哎、欸，
然后16、28、28再打这个50、74，嗯哼，然后再来吃，喂，过了，换下一关。关卡其实都大同小异啊，那么关卡其实都大同小异，其实你不会看得出有太大的差别，除了它有特别几关直接跳数字跳一大堆的，但其实他们的关卡都是大同小异。但是为什么我就是会一直想玩下去？哎，太恐怖了！哦，这游戏太恐怖了，而且我强迫自己还要破到第几关。好，那这样子，我看一下。等一下，我在干嘛？没有，刚刚按错了，我有点恍惚了。过了，然后这边，嘿，就这样，然后这样子，然后再这样加起来，然后再这样 ，yes， 83关过了。然后这个两个加起来啊，一定的啊，一定要的啊。然后这个嘿，然后再这样嘿，过了。哦，这么简单哦，靠北，我花不到10秒钟。要修怎么那么高？妈妈咪呀！两个加起来哦。看一下哦，472，所以我吃这个，然后两个加起来，哦，过了，好，好累哦。然后这两个加起来16，16打6，22再打10，然后再打这个，然后先变回人，嘿。好，过了，86关过了。好，下一关。两个先加起来。好，然后嘿，这个，过了。88关，先升级。等一下，我道路出来了，各位观众朋友，道路出来了，所以我升级到最后真的会去通往别的地方吗？还是我这集的进度我这次游玩的进度，我看看能不能去别的，应该可以到一个新的地方吧。对，你看有道路出现啊。靠北，这种关卡也在设计干啊，这有什么差别？这样子两个加起来，然后上面，好吧，
我想我这次先到这里好了。哦，90关已经到达了，那就不要玩太久，那就各位拜拜，那就下集再见了，各位拜拜。